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32岁中天前主播吴一杰曾被封为最正主播。2014年嫁给台湾首富蔡衍明的哥哥蔡衍荣独子，沈邦集团小开蔡少仁，隔年生下女儿 Grace， 顺势退出新闻圈，专心当个低调的豪门媳妇。去年8月，传她已怀第二胎。据悉，她已在本月4日产下女儿小宝，宝宝重3310克，母女均安。吴一杰昨在脸书宣布喜讯：我们家二宝顺利出生了，3317克的小肉球。他结婚时曾修道计划生3个。被问有生男传宗接代压力吗，他笑说公婆都没给他压力，要他顺其自然就好。吴一杰宣布生第二胎。翻摄自吴一杰脸书，吴一杰曾受封最正主播。翻摄自脸书。